CF 新英雄级还能放陷阱？ 这是什么意思啊？防化服兵？兔酱来踩一下，哎，有个晕厥的效果。先按一，可以放那个陷阱。嗯，喝了假酒。来来来，来，就一个啊，不要抢，等下我还不够。哦，好，伸出来了。哦，你看晕眩的那种感觉，会持续5秒钟，方向键不停使唤。 确实，被恶魔陷阱套住，移动键将被随机更改。哦，但又正常了。对对对，你还有吗？再升一个。哦，那我就前后左右变乱了，可以持续5秒钟大概。 好的，大家刚才看到的就是咱们年套天神里主武器黑龙的生化陷阱效果。咱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其他属性吧。请求支援，最后聊。先看最常见的几项：快速换弹、特殊近战以及增加装备中所有步枪子弹数。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近战攻击。这么短？啊啊！到不到你，卡了。估计 bug 了吧？估计他这个伤害没做出来。<笑> 就是动作做好了，伤害也没做。嗯，好的，在生化模式中的话，它会多12发子弹，所以单把黑龙天神在生化中就可以达到50发了。配合它的一个生化陷阱的这么一个属性来看的话，应该是一把不错的生化利器了。哦，你看晕眩的那种感觉，会持续5秒钟，方向键不停使唤。 来了来了，M4A黑龙天神的请求支援技能是什么意思呢？只能在 PVP 中使用，与敌人交火的时候自动语音爆点，这都行吗？没错，经过试验，在游戏中只要达到敌人在左下角的团队聊天中，就会出现正在打的敌人的位置，以及一段语音播报“我发现了敌人”。大家来看一下，去来 A 辅道，来来下来。 我发现了敌人，与 A 辅道区域的敌人战斗中，哦，这就是他的属性，哦，就等于自动给你爆点了。对对对，假龙。太好了，请所有位哑巴玩家都给我背上这把枪，<笑>这是把我气死，每天玩游戏。<笑> A 大师，但是他这个字儿也是我们平时不念的 ，A 区路口是什么鬼？ 与 A 区域的敌人战斗中，我这上面是 A 区，我也是。我发现了敌人。与 B 桥路口区域的敌人战斗中。我的图也失效了，双击的。我没写了，可以了，可以了，懂了懂了。哎，那如果我在保卫者基地打你怎么样？你在窗口，你别动，就远距离对枪，那会是怎么样？ 发现了敌人，哎，也是爆你的位置，哎，与潜伏者基地区域敌人正在战斗中。哦，好智能啊！那满分10分的话，大家可以给这把主武器天神黑龙打几分呢？嗯，这些功能到底有实战中会不会有用呢？对，那最后的话，视频再给大家看一下天神的手雷闪光烟雾弹的一个手势效果以及投掷效果吧。 手雷，亮瞎你的眼睛，在浓雾中前行。 这个换弹，换弹这个其实也有伤害了，没做出来，还。
没做。等天神附武器供游伤害问题修复后，再给大家评测天神套装的供游和马来剑。可不可以点个赞再走啊？会暴富的，真的。